到底是回还是不回？不回。这岳飞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朕要下一道金牌给岳飞，火速递于岳飞手中。他们肯定会从这儿走，他们必然会在驿站换马，我们就趁他们换马的时候下手。给我拿下！上！小心！少梁哥！岳飞接旨，皇上的班师令，兵部机动，错置班师。金人送来了一封国书，金人不要金不要银，他们要一条人命。谁的命啊？岳飞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金钟岳飞。